台湾本土风格走红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，高人气让他们代言接不停。三人近日受邀成为某知名服饰品牌的代言人，广告照曝光后却在网上引起高度讨论。原来是成员洋葱瘦身有成，从86公斤减到只剩7字头，几个人都变得不一样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三人穿上简约的休闲服装，和平时舞台上帅气的打扮很不一样。最引人注意的是，过去外形肉肉的洋葱，如今体态变得结实许多，五官线条也变得超明显，让网友第一时间还以为911换团员了。甚至还有不少粉丝笑说，洋葱瘦下来后怎么有点撞脸林宥嘉。不过也提醒洋葱还是要按时吃饭，注意身体健康啊。Bye.